哥哥，你今天真的是帅翻我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作为一个迷妹，跟你们一样，我也是看着哥哥从东方卫视的舞台上走出来，然后我真的那天晚上我跟我爸在电视机面前出来了。对，你看你下面粉丝的尖叫声那么大，让他们听到。那接下来我们知道挑战付辛博的只有最后一位了，对吧？肖顺尧，来，有请肖顺尧。付辛博对战肖顺尧。